刚到家就狂拆的哈士奇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们家第三只狗狗了啊，所以你的名字就叫三毛了。以后要乖一点，不要给我拆家。下面来给你介绍一下你的大姐和你的二哥。她叫唐唐，是你的大姐，没错，就是刚刚休你的大姐。不过唐唐啊，你身为大姐，你要控制一下，以后要让着点三毛，知道吗？这是你的二哥煤球，你去三毛笼子里陪他适应一下啊，乖。哎，你这败家玩意儿，谁让你咬他屁股了？你这货注定是孤独终老啊！吃你的饭吧，吃完好好睡，明天我再好好教育你。我的妈呀！别人说你拆家，我还不信啊！这刚来你就连续给我上两课，你是不是真想让我把你给炖了？